每隔一段时间都会给大家统计一下天梯前200名的流派出场情况。先看一下国际服，天女双柱已出场57次，出场率高达 28.5% 登顶。由于是冲杯流派，所以并未看见闪阵和多偷系列的双柱。排名第二的是超蓝，39次出场，出场率为 19.5%， 其中三超蓝出场了37次，而四超蓝仅为2次。排名第三的是超蛮，出场36次，出场率 18%。特别是梭哈超蛮出场了31次，这个应该是出乎大家意料的，因为国际服的飞艇出兵机制连续改动了2次。大金龙和雷龙也有不错的出场率，同时矿柱也有2次，但是并未见到烟花流。狗球因为没有新等级，出场率已经大不如之前，但还是有 9.5% 的出场率，真的是代代版本都有它。然后来看一下国服，出场率最高的是超蓝，以53次 26.5% 的出场率登顶，其中四超蓝高达46次，刚好和国际服相反，这难道是有其他说法吗？超蛮和泰坦的出场率相近，其中梭哈超蛮有 16.5% 的出场率，和国际服居然是相似的，难道是国服的阵型全是针对梭哈的吗？反倒是泰坦这个单位国服的玩家很喜欢用，出场率全面领先于国际服。双柱的出场率同样很高，下个版本应该会更高。雷龙和国际服一模一样，都有 7.5% 的出场率，大金龙则只有 1.5% 的出场率，完全低于国际服。狗球的出场率和国际服也是相近的，国服还有8次烟花双龙，但是没有矿珠。两服相比下大体还是相近的。来看看国际服排名第一的配兵情况，天女双珠超级野猪的数量基本都控制在7-8个，法术上也是4狂暴，没有治疗法术，援兵法术应该会要3个冰冻。最后找下国服第一，国服的第一有些难找。好的，找到了，这个分段还挺合理的，天勇超蓝或者天女超蓝，配兵基本是标配，全看手法。